我们比赛，我靠，一样惨。教练，我愿意跟他们比赛。好，把你的招牌先煮好，我摔死等你。你是我们这里面最狠的，去把龙哥干掉。我们老大要拉拉去村口的面摊，干他的石头龙哥。拉拉，抓起来，放开他。放心啊，我一定不会让你相亲成功的。我妈说啊，她希望我们年底之前可以订婚。你真是个傻子！教练决定要重组棒球队了，我爸不可能会答应的啦。你回去告诉教练，要加入球队可以，不过要先给我酒喝。 看着水流，磅礴，阳光也照耀我的胸口。汗在滑落，瞬间蒸发成勇气笑容。前方的路我不怕，多崎岖多难走。我看一张一张天真面孔，青春无敌，放不下执着。大声嘶吼，人有爱也有痛。 决定一个梦，我就要放大到整个地球。 Free world， 请为我加油，要做自己最完美的英雄。冲破每个慢动作，你绝对不是对手。凭着直觉冲破，胜利追来碰头。 Free world， 会为我感动，要做自己最骄傲的。 你做什么？哇，我就整理场地啊。我想把这里恢复成原来的样貌，也方便球队训练吧。哦，对了，你来正好。你看，我们把这些风车重新挂回沙滩上，就像以前那样，是不是很漂亮？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经过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忘不了对棒球的热爱，以及当年我和孩子们一起许下要拿冠军的约定。那个约定已经注定不能实现了啦，很多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以前。张开你的眼睛，好好看清这个世界啦！ 不要老是活在自己的梦想。错了，那绝对不是梦想。积极棒球队已经开始重组了，有一些队员已经答应要回来了。另外，棒球队的教练跟领队已经找到了，只是我们还差一个副教练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担任。 不啊，哎、欸、不啊，不啊，不啊！我没有马上要你给我答复，你可以好好考虑啊。还有，傅妈也已经把她杂货店前面的凉棚借给我们当球队的筹备处了。等你想清楚了，有了答案再来告诉我。不用等了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案了。
我绝不会加入你的棒球队了。哇，你变了。变的不只是我，还有当年的基隆国小棒球队。在我心中，那支球队早在5年前就随着你入狱而消失了啦。如果真的要说基隆国小棒球队还剩下什么，我看就只剩下失望与绝望了啦。林启明，我劝你不要再玩一次相同的把戏了，先带给我们希望，再把我们推入绝望的深渊。这种荒谬的梦想只有你才玩得起啊。队员们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，大家都要工作讨生活，我希望你不要再去干扰他们的生活。还有，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在这里看见你，因为这个提防是基隆国小的用地，校外人士不得再用了，否则我只好请校方来处理。我阿伯，哎，阿伯，你这会当借我打球无？啊，你讲啥啦？打棒球？袂使啦，我只需要进球啊。阿弟哦，我去啦，多谢哦，祝你明年大收成啦。好啦好啦。启明，这些田地都是要种作物的，谁会借我们练球啊？永不放弃。我说的永不放弃就是棒球的精神，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合适的练习场地。就像你一样啊，永不放弃的相亲就一定可以找到好对象嫁了。你根本什么都不懂。怎么啦？是不是那些对象都不好啊？还是你的标准太高，不然对方怎么都没有动作啊？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？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问了，我回答你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那些对象都很好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不是因为我标准过高，而是因为……而是什么？就缘分未到嘛，这样你满意了吧？哦，缘分是掌握在老天爷的手上，的确比较难办到了。但是如果对方决定人定胜天，对你很好，还追来激起怎么办啊？启明，你很奇怪，被关出来之后，国文还变好了，连人定胜天都说得出来。哎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不要转移话题嘛。到底我是老师还是你是老师啊？问题一直问个没完。那你是到底要不要解答嘛？好了好了。如果对方出来激起，我就嫁，可以了吧？好啦，我们赶快去找可以练球的地方。好。不可能是他吧？伟霆，走啊！自己自己干什么？没事了。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要讲我的志愿。从小，我希望当老师，教育好学生，让他们对社会国家都有贡献，做个有用的人，这是我最大的志愿。
真的是很漂亮的啊！哎，伟霆在那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过去吧，好不好？ 伟霆，伟霆，伟霆啊！东川这个学期已经接受我们学校正式聘任，担任代课老师了。代课老师？嗯，自从上次在台北相亲之后啊，我妈就非常喜欢你，就叫我一定要来集齐。我妈还说，如果我来当一阵子老师，能有多点时间跟你相处的话，你一定会更知道我的优点的。 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东川，伟霆也是一位很好的老师啊，他的优点呢，你也要慢慢去发掘啊。是，校长。哦，对，伟霆啊，东川刚刚到这，你带他到四处走一走，认识一下校园，好不好？ 我妈要问你说你对我的感觉怎么样？不错啊。还有啊，我妈要问你说，就是你开口闭口都是你妈妈说的，有没有什么事是你想说的？有啊，就是这个学校啊，虽然设备很落后，不过，可是海真的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你就，伟霆，不过现在要讲的正是我妈要说的。 就是上次相亲之后啊，他就很喜欢你，所以把我们两个人八字拿去比对。然后那个师傅说呢，我们曾经是七世夫妻，所以才会一见钟情。哎，我没有一见钟情啊。对不起啊，那是我一见钟情。 然后我妈说啊，她希望我们年底之前可以订婚，然后明年结婚之后，我们就……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如果你不想继续教书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去美国啊。啊？我还有我想说，对。 等我一下啊！哎哎哎，对不起，哎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你好，我是新来代课老师，我叫王东川。嘿，你好。哦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你一定是学校的工友，对不对？哎，可不可以请你先不要打轮胎啊？嘿，新来的，我在这里打轮胎关你什么事啊？而且我是老师，不是工友，请你记住了，布娃，我是布娃老师。哦，你姓布啊？ 哦，这个姓海挺少见的。我不姓布，我姓陈。哦，你姓陈，那你就跟伟霆老师是本家了嘛？那你老家是哪里啊？我老家就在这里啊。我就在这里啊，哇，在海边啊。哦，你们这片海好漂亮啊。好啦，好了啦，我不打总可以了吧？谢谢谢谢，哎，布瓦老师。哎，伟霆。 代课老师嘛，他教什么的啊？阿公，你要再擦相机啊？那弟弟你们哦，稍微给他洗个手手嘞。 哦，阿公，这个相机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？别的。阿公，我来照相馆都扫地这么久了，什么时候才可以学拍照啊？过关三个月了，阿公。啊！
那么久哦。嗯，我较早阁愈辛苦咧，唔但干那摒扫尔，还阁把西湖抹加去，上山落海，迄较早脚尾那是冻歪歪哈，迄若手无咧抹袂行哦，迄西湖个个也是垮落。你今仔干扫落脚尔，偷笑啊！至少你那个时候有摸到相机啊！哎，要唔见你摒扫过头的时候，搁那垮了咧。好啦好啦，阿公，阿公，阿公。阿公，你是咧去神经哟？你先听我开麦啦。无啦，无啦。阿公，你不要打我啦！你啥物怕你啦？来，摕来。哈？今日个摕起来出来保养吼，都是要你练习的。可是阿公，你不是说要三年五年才可以跟你学拍照吗？阿爸，你看我摆顶只相片，安尼开我偌侪时间？这些哦，起码20年吧。你跟他讲着一半呢。啊？正确讲法啦吼，应该是9秒。这相片吼，包括伊摄大时间啊，共用起来拄啊短短9秒时间尔。但是啊，这相片按上久翕的，甲最近翕的安尼中间啊，拄啊20年。唉，这都是翕相的宝贵啊。家早啊，当初阮使用5年时间啊，互我理解。这个每一届啊，日摄大时间虽然真短，但是相片留出来感情会当真久，会当吼，互你翕几世人诶。阿公，我终于懂了啦，原来吼，你不教我摄影，是为了要磨练我的耐性，要我好好的去体会吼拍照意义。我哪会遐戆啦，自己都不能体会吼。还要你讲明诶，你就是讲，我若无咧点破吼，你讲扫20年吼，你还阁未了解。不过阿公，这样也好啊，我不用5年就可以学拍照咧。嗯，啊，阁讲咧，迄是你好运拄着我这老伙啊，个性改真济啊。啊，若无吼，我当咧管你扫20年、扫40年呢，到我甲你教咧。对啦。多谢阿公呢。我阿你讲哦，翕相上重要的两项物件，西摩里甲谢达斯比鲁。你若早好啊运用这两项物件吼，你一定翕出真好的作品。啊，像你拄安尼乌白灯乌白字啊，这婚礼幕若摄出来吼，一直拢乌的。为什么啊？你西摩里用遮细，谢达斯比鲁用遮紧，啊，当然袂曝光啊。这以后我再慢慢给你教啦。你先学吼，安那抓画面，吼，你会使利用吼，去宣传电影时间啦，甲开门来抓出四格去，去学一挂吼，写打枪术。啊，过来我再教你写相片，知无？知。大雄，
你想不想加入棒球队啊？我爸爸支持我归队。真的？对啊。但是我不想参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爸他一个人要做馒头，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出去叫卖。我不可以这么自私的说要去打球就去打球。哦，大雄，你爸真的对你很好哎，哪像我爸，连我去练个球不让我去那就算了，连我考空军也不行，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。我看了，我干脆去当你们家儿子算了。真的啊？你看，揉面团的手是白色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你看看我，每天都弄得那么脏，难怪被人家叫黑手啊。看，这是空军官校的简章哎。空军要开飞机耶，很高哎，快摔下来！呸呸呸，什么摔下来啊，大雄？童言无忌。哎，我有一个好计谋。什么？快说啊！你就先去考试，等考上了，就跟你爸说一定要去念，不念会赔钱，这样不就得了？我还是什么了不起的计划，不好吗？当然不好啊！你看这简章，考试要报名费，对不对？还要户口名簿做身家调查，我又没有钱，我爸更不可能给我户口名簿啊！好可怜哦。就是说啊，你又不是第一天才知道。哎，你不要再吃了，爸会以为是我吃掉的。小气鬼！我不管。你要跟我去卖馒头，用工钱抵你今天吃的馒头。去就去啊，小气鬼，走啊！啊！馒头卖给谁啊？卖给你啊。啊，这飞机馒头送给你。恶魔，你一定要开飞机啊！谢谢你，大雄。不管我爸怎么反对，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杰出的飞行员的。我看就这条好了，便宜又耐用，这胶质很好呢。那多少钱？80块啊。哎呦，50块啦。50块那种不耐用啦，你三天两天要补一次15块，你划不来，我跟你讲。可是，哎，二毛你回来了。阿毛姑啊，你整天到哪里鬼混去了？像我那么多客人，你也不会帮忙掌店。哎，阿爸问你话，你不会回答、啊。我陪大雄去卖馒头啊。卖馒头，哦，你是不是偷偷跑去参加棒球队了？啊，没啦，没，还是去报考夜校？哼，真的没啦。那你去哪里？你看，这是大雄做给我的飞机馒头，我不想修脚踏车啊，我想考空军官要当飞行员啊。不准！你哪里都不能去，你给我乖乖待在家里。为什么我都不能去读书，都不能去打棒球，更不能当飞行员？好了啦，蘑菇，你就乖乖听你阿爸的话啦。那个驾驶的飞机哦，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好玩。万一不小心那个飞机从天上掉下来，到时候你连命都会没有嘞。你阿爸只有你这个儿子而已，他这么疼你，你好好想一想。这不是理由啊！你看前面那个空军眷村里面那个飞行员，一个比一个还威风哎！我想要和他们一样啊！妈，你看啦，就
学校真的很好啊，公吃公住，念书不用钱。好了，这件事情不要再讲了啦，你再这样惹你爸不高兴，连我都救不了你了。阿梅，半身照片两张，名簿，大哥啊，嗯，来看吼，这漳州本地土军下来嘛？开玩笑，我休息休个十多年呢，难道连说是不的权利都没有吗？干嘛那么生气哦？我只是说说而已啊。说说也不可以啊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像那个人一样？嘘！哦，你不要这样乱讲话好不好？我们的儿子哦，才不会这么衰嘞！你再这样乱讲话哦，我就跟你边边呐！好了好了，睡觉睡觉睡觉。都嘛开啦？哎，你出去都该叫叫走啦，紧都该找高磊呢。听说哦，狗在半夜哦，看到不干净的东西才会这样捶高粱呢。哎呦，你们这些富人家怎么那么喜欢相信这些东西的？哎，你赶快去的。阿永颖，我怎么睡得着啊？总体的吼，跟阿福伯两勾神呢。哦，可以啊，要去一起去啊。莫该啊，还能挨轮空下去哦。哟，你跟阿富伯同宿舍啊，当然穷阿姨啊！哎，是的，迄无咯，你们顶下同行个种个东西，还能穷阿姨？好，走，哦，当啰嗦嘞。在哪啦？啥啦？Thank you.
动的，唔选我曹静的。走，那怎么得不？得本事啊，我叫你得好，那我们得，怎么得本事啊？哦，跟你叫的哦，那三个夫人哦，全部都不敢改了。哎呐哎呐，哎，蘑菇啊，那么晚了不睡觉，哄你做梦啊？我是养子，我不是你们的儿子。蘑菇，你听阿妹讲啦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不让我去念书，不让我去打棒球，不让我去考公军，只因为这一切，因为我不是你们的儿子。你胡说！你讲这什么话？赶快跟你爸道歉。他不是我爸，我怎么会跟他道歉啊？蘑菇，阿蘑菇，阿蘑菇，蘑菇，你给我滚！不要。蘑菇啊！蘑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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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没在！都没在！不要这样子，有什么话你好好讲，不要这么任性嘛。好好讲，你们什么时候好好跟我讲过了？这么天大的秘密也不告诉我？你懂什么？你又懂多少？跟你讲又怎么样？啊？难得我不是爸爸做小社会吗？哼！如果今天我是你们的儿子，我要考什么？我要念什么？你们就让我去了。我怎么会养出一个这忘恩负义的小孩呢？对，我就是忘恩负义，没心没肝。你阿蘑菇，你进来了。阿蘑菇，哎，阿蘑菇，阿蘑菇，可不是啊，上个班也能进来了。阿蘑菇，哎呦，吵死了。好了，莫皮啦，阿妹莫皮啦，那有骨做嘛喏？你全部都犯人杀的啦。哎，你等下可怜的犯人哦，把这个蘑菇熊都按开啦。莫皮嘞啦，做唔得啦。怎么办呀？路又不平，万一他骑车子掉到水沟里面去，那怎么办啦？你就不要替他想那么多了啦！你哪里得胸宽啊嘞？宽有蛮容易讲呢。小孩子长大了，他有权利知道他自己的身世。你有没有觉得阿蘑菇跟他爸爸哦是越来越像了啦？他爸爸是驾驶飞机的，他现在也想要去驾驶飞机，这是冥冥当中注定好的。毕竟他不是我们亲生的啦，养他这么大了，早晚有一天。还是会飞出这个家的。哎呀，什么亲生不亲生，我现在就是他的爸爸，我们那个脚踏车店就是他的家。你绑他越紧，他就离你越远呐。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吗？哎呀，你不应该提嘛干呐。长官是我在空军时候的救命恩人，莫记啊，来做都莫命的啦。阿蘑菇，那几天台湾唯一的嫌嘛，我也把他当作是我自己亲生的儿子，我绝对不会把他赖去做危险的事情啦。不管用的讲啊，阿蘑菇他身上流的血是他爸爸的，他想飞，你就算绑着他，他还是会飞走的。我就是不准他飞了。你，是才。二毛，这么晚了，起来继续，你不累啊？
二毛，你怎么哭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道雄，你干嘛啊？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不是我爸亲生的。你会不会是搞错了？不可能会错啊！我亲眼看到户口名簿上面写了我是养子呢。你也难过？废话，你是我的话，你一定也会很难过啊。可是我最难过的是他骗我。二毛，你爸爸不让你知道你的身世，会不会是怕同学嘲笑你？他这样保护你的，保护他不让我去搞悲观，不让我去打棒球，处处限制我，这叫做保护的话，那我宁愿被大家嘲笑。二毛，你不要生气了。要是我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也跟你一样心情不好。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，你看像你爸爸就对你很好啊，从来都不会管你管那么多。哪有啊，我爸都嫌我不够聪明，我也很困扰啊。我也会跟他说，谁叫你把我生得那么笨。虽然你不是你爸亲生的，至少是他带大的。有什么问题好好讲。没有用了，我爸的脾气比我还硬耶。他一旦决定的事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。所以，他才不可能让我去考飞官啊。大雄，这阵子我先住你家好不好？最近我不想回那个家，我想去报考飞官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尽管住下来。饿了吧？我要向你骑那么多趟了，第二遍了。大的给你，小的给我。阿元。我们的球队啊，有机会重新再组起来嘞！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教练。我连比赛球队都找到了，对方可是全国第一的球队哦。真的吗？那他们一定很强。不过，教练，我的病应该不能再下场打球了吧？对，你是不能再下场先发了。但是你是队长，是我们全队的精神战力。我永远会在板凳帮你留个位置。谢谢你，教练。现在我觉得可以打棒球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朋友吼，伊有一块地，真久无咧建筑啊，讲要叫咱研究。真正的哦？哎哟，阿公太好了嘛！啊，但是吼，怕人真久啊，真咪多影啦。那有啥关系啦？人家肯把地借给我们，我就很开心啊。改天有带我好去谢谢人家，
哎，我甲伊拢老朋友啊，你免遮找阮。你愈客气吼，我若增加人汤，你袂关系。安尼真歹势呢。我袂真啊，老朋友听你哦，你莫话闹鬼头啊。阿公，教练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卡特，我们找到场地可以练习了，在哪里？就是恁隔壁庄阿官因迄个地啦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是那边很乱呢，都是石头跟杂草，怎么练曲舞？我会想办法整理好场地，等你们来的。你太慢了啦，教练，我去找大家帮忙。阿公，谢谢。好消息，伟霆！伟霆，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？我们棒球队找到地方可以练习了。棒球队？这个学校没有几个学生竟然也有棒球队啊！我都还不知道呢。你是谁啊？居然连机器有棒球队都不知道。你好，我姓王，我叫王东川，是机器国小新来的代课老师。有热情就有棒球队，所以基奇有棒球队并不稀奇。倒是你，有人会来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当代课老师，太稀奇吧？其实不瞒你说啊，我来这边呢，其实都是为了伟霆。哎，你不要乱说话好不好？我们才相亲过一次，哎，不要乱拿我来开玩笑了。万一被学生听到了，我还不要做人啊？可是我说的都是真的啊！哦，我懂了，原来你说只要有对象追过来，就要嫁的对象就是他。林启明，我拜托你，说话不要断章取义好不好？其实我也担心你，学校要上课，又要兼任领队，会忙不过来，甚至可能连约会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好啊，那我就不当领队了。伟霆，伟霆，你干什么？不要砸我的东西啊！啊！你们现在这样子，我要报警了。去报警抓你儿子吧！你儿子人在哪里？俺不知啊。你说什么啊你？我说我不知道啦。给我砸！啊！不要再砸我的东西了！不要再砸了！听不懂啊！不要再砸了！放手，别你啊！我求求你，烦不烦？走开！干什么？走开！烦不烦？走开！拜托！拜托！干什么啊？啊！干！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是他儿子的同学。那他儿子现在到底在哪里？你们都没有走，不会自己去找，干嘛欺负父母啊？好，你有种，有打！不要打他！不要打他！你可以吗？走开啊！不要打他！走开！走开！那不是拉拉草的，你们要打打我好了，你们冲着我来啊！哼，我们不打女人的，只要你乖乖的把拉拉交出来。我就饶了你跟这个家伙。拉拉在哪里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比你还想抓在哪里呢？父妈，不要跟他们说这么多了，他们都是坏人，坏人是没得商量的。哼！我们出来混的，刚好是义气。你们使用暴力还跟别人讲什么义气啊？不管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，给你两天的时间，不然这间店。也别想做了，我们走。把我的姑妈杂货店被砸成这样子，阿佑怎么做生意啦？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？有没还有吗？妈。
要哭了啦，我会帮你收拾好的。要用江湖的方式了结，你真有诚意，就作死谢罪吧。我如果不走，我将来会后悔一辈子。这样我不快不爱人来。阿公，是不是没人想要来啊？我想当领队。啊？你想要重组棒球队，可是人都找不齐，对不对？懂得你对你好，所以我要跟你比赛。如果我把这些球员都找回来练球的话，伟霆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。不可能的，我宁可保留那五年前对棒球美好的回忆，也不想欺骗自己能够靠棒球扭转人生。有没有比赛，对我，对其他人而言，根本不重要。哇！有没有人啊？你们过来练球啊！去时候没有你陪着我心头，一切都是我太过假装，以为你会懂，一直忘了说我有多